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看，这就是我遇见黑狼德利时从他身上掉下来的。你这算什么？我可是真的和黑狼德利交过手的，知道吗？当时的情景太危险，我的宝贝鸡蛋差点就要被他偷走了。我使出了独门绝技九阴斗鸡爪，在他的衣服上和脸上都留下了伤痕，黑狼德利落荒而逃。